来看一下，今天就简单介绍一下啊。今天太冷了，卖谷子可少了，在屋里面来卖谷子也特别少啊。这边都阿拉斯加哈，阿拉斯加现在也便宜了哈，1000多点。这个金边贵点，金边得2000左右吧。咖啡色也不便宜，咖啡色边牧哈，简单介绍一下，这边还有陨石边牧哈。这个丑，长得丑，长难卖。这个呢，这个也丑，大围脖骨量小，长得又便宜，1000多。再看看其他狗啊，这边还有小比熊啊，这小比熊，这边有泰迪啊，泰迪小博美，这小博美便宜啊。这样的博美要价是900的，现在我估计得便宜啊。小公狗，其实也是纯种的哈，长大之后就是也不错。这样的一拿货也就500-600块钱，给讲讲价500-600，因为卖谷的少。还有边牧哈，这边牧不错啊，这两个边牧不错，就是毛稍微短一点，但是长大肯定会爆起来毛哈。这样的边牧。我问问价格哈，多少钱这样的边牧？多少钱？1000哈，要价1000，500块钱能拿不？这是公的哈，这是公的。哈士奇现在都便宜了哈，哈士奇500块钱基本上能拿哈，哈士奇。看看有没有喜欢的哈？问要金毛。你来看看。你看现在卖狗的都得喊，让人家来，都喊人家来买哈，你看。卖不掉，他着急。你看金毛400，你看了吗？金毛400喊人家，越是喊人家越不买，现在都是这样。看这金毛400块钱，听到了吧？还挺胖的哈，400块钱，合适不？最近这些天合适啊，就今天合适，明天可能还合适。这边牧，这阿拉斯加哈，来看看。哎呦，这个壮！我这个天嘞！哎呦，这没有眼睛了哈、啊！这阿拉斯加这个胖，看，哎呦，这个腿真粗！你看，真胖家伙！这阿拉斯加谁的？多少钱？对呀、啊，2800。哎呦，这还2800嘞！阿拉斯加2800。哎呦，咱别给他砍价了，我很少买阿拉斯加。阿拉斯加2800，那真是一个凶猛的，这是浪漫的。这边还有卖萨摩的哈，萨摩现在1000多的，有2800，1800我立马都要，要了再卖。再看看，还有小泰迪哈，小泰迪边牧，雪纳瑞松狮，雪纳瑞哈，问问这个价格，老板。老板，这多少钱了？1500哦，1500，你看这个，这个不贵了哈，1500，雪纳瑞，焦颜色的哈，这是深焦颜的小公狗啊，1500，松狮啊，松狮，这边有啥狗？苏格兰牧羊犬，苏格兰牧羊犬啊，这边还有德牧。边牧啊，这边有边牧，德牧，哎，这个德牧不孬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得有10斤。看这公的母的哈，这公的，这啥价？这个1800。你还1800嘞？你还敢要1800嘞？最低多少钱？这个能拿？最低还得1200，1200是吧？最低1200，1200还不卖嘞？不卖你就留着养吧。这个边牧不孬，这个不孬，这个金边长得好。对，这他家这两个狗长得好，人家这个，对吧？这几个不可以。这个1200不卖，1300能治。这个1300能卖。这是平背德牧哈，长毛的平背德牧。今天就到这里吧，关注一下吧，关注一下吧。这边还有萨摩耶边牧，那边还有萨摩耶比熊哈，看到吧，那些比熊。那边是边牧哈士奇，这是萨摩耶，这边都是，这边来介绍一下吧。
这边有小柯基哈，小柯基拉拉，这边会站着走路的狗哈，这边都是卖站着走路的小狗狗哈，有比熊，贵哈，价格都在3000多，最便宜的像这样的都是红色的得2500，来关注一下吧。